洲。原先我们计划是在3月18号要去天门山，但是因为去天门山呢，3月18号正好张家界这边呢是属于下雨的天气，而且气温非常的低，整天都是湿湿哒哒的。那所以说我们就在张家界呢多住了一天，那改为3月19号要上山。现在我是在住宿的餐厅在用餐，先用完餐，等一下呢就会坐出租车过去那个搭缆车的地方，那整个全程就会做记录。这台车超没水准，从头888。数值都没有。好了，这我们要去搭缆车的门口。好了，这是我们要去搭缆车的门口。门口呢就有一些卖吃的，所以不要担心到山上没得吃。好了，我们走进去了。好的，第一次来到这里，也不知道走那边进去，就等一下问一下，大概就知道了。建设的还不错，就是我们要到天门山去玩的索道，也就是所谓台湾所谓的缆车。这边呢要事先上网去预定，要不然呢你就比较麻烦。它整个一个票价公告在这里。整个。好了。这边呢无纸化路沿提示，非常的前卫。这边是买票，应该是索道不到的，稍微的问一下人员。最佳女主角去询问之后，我们就知道怎么走了。OK， 去排队。它这索道有分线。对，他说 A 线跟 B 线。小心点点。哎，你在哪里啊？走错了。最佳女主角现在找我拍照。啊？哦，对，谢谢李欣姐是。OK， 拍完照了，我们继续往前探索。是吧？有血脂、有心脏病、高血压、糖尿病、神志不清。将被拒绝乘坐索道及缓道车。九，通过路途径及乘坐索道缓道车时，我们今天是走 A 线，所以说我们就走 A 线。3月18没来，3月19过来。哦，不是319枪击案。好的，就准备从这边，我们是走 A 线，所以要从 A 线的部分进去。
从下车那个门口走到这边大概要花4分20秒左右的一个时间。好的，准备出示身份证明文件还有电子档和 QR code。9点，蛮快的，都有一须有的前景。万丈悬崖，他那边也是打完炮，后勤排队出分。看每个游客脸上都带微笑，对吧？来自世界各地。的游客要跟我们一样上机，天文山在这里搭巴士。排队的时间很长，所以说我用说时的。排队等候一段时间之后，现在进来这边是准备要过安检。
现在走的这个两个左右这边靠右边这两个是人工的方式进入。把这个码对着你穿一下，请进，是不是另外一个码？那个是他的码，少一个就可以了。两位都要少。好，再把那个美女的穿一下，另外一张啊。好，那么我来扫。扫到了。因为他们卖优惠，现在不是这样啊？他因为他不是卖优惠。哦，原来那是要给你洗。有熟的地方让我们坐。爬。让各位看刚刚插队的这个人的不像真面目。插队的我们要原谅他，他可能赶着去要干嘛，例如啊看医生啊，或者他准备要赶快去那边投什么，不是投篮啊，小孩子出生的最讨厌那个插队的。弟弟下一个，不理我。我今天下来找，Give me five。这个掌，宝宝，机长，这个掌，哎。耶、yeah。稍微的停一下，让各位看一下排队的人潮。这个是我们等会要做的，大概一次六个人左右的一个要达成的人潮。外面看到很多人还继续的在要进来里面，这边搭 A 线或 B 线，还是旅游团停游览车的地方。从路口处 A 线的路口处开到这边，大概要花29分钟的时间，我们即将抵达可以搭缆车的地方。不要怕，既来之则安之。哇，好乖哦！谢谢，
个天桥，好不好？好开心哦！你要吗？哎，可以，谢谢。哎，你不要七个就好了。哎，我哎，没吧？一下。啊好，可以。这个我们看起里头都是我们会看的。香港来的。就是马来西亚。马来西亚，黄明志。啊，对。你那个不会操作，我会，因为我也有一次。哦，是吗？但是我是觉得这个比较好。这样，因为手机容量有限。对。哦。它这个可以拍，像这个出来拍个五六个小时都不成问题。那手机很快就没电，它没电，你在这边又不方便。对哦。OK， 我们现在要搭缆车，坐 A 线上到天门山的方向。整个张家界这边属于中国大陆的五线城市，可是它整个发展起来，各位可以看到，这个城市啊，确实一直在建设。实际上呢，来到中国大陆，我的感觉，他们这边进步的速度神速。这是看到太阳能发电，那一般来讲，他们的电动车的充电大概一个小时就可以跑400多公里。那白天充电跟晚上充电价格不一样，白天充电大概一度电要1块多人民币，晚上有大概几毛钱，大概5-6毛钱就解决了。这个是做差别的一个充电的汇率。好的，有看到这边，有看到他们的铁路就在底下。坐索道的一个好处，不用坐公交车上去跑山路。我们台湾的阿里山不知道多久能坐这样的索道上，好像机会不大。如果阿里山坐像这样的缆车上去的话，我相信啊，可以带动台湾的旅游经济。可是这个建设的话，投资下去的金额会非常的高，不知道投资报酬率高不高。好了，把话题拉回来，有看到哈，它下山的那个缆车啊，几乎都是空的，这个下午可能就会满。订饭店的工作人员跟我们讲说，我们直接到山上的话，再走的路程大概30-40个小时 ，A 线大概就会做结束，到山上再说吧。在那个缆车里面哈，如果说各位到这边来玩的话，缆车上面会有 map 地图。对，在这边。爬山。在怀疑，好像欧洲有时候缆车会卡住，这边缆车如果卡住了怎么救援？乌鸦嘴。在哪里吃上啊？最佳女主角是我乌鸦嘴。机场。好了，看到那边有机场天吗？张家界的机场在右边哈。看到机场了？看到了，看到了。那个是一个机场，直线机场。不修我哈。都是修飞机。这个机场呢，听说最近很多韩国人都会来这边旅游。小飞机。那另外吉隆坡那边又回到这里，就马来西亚的吉隆坡，就可以回到这里。刚刚我们坐。它一个轨迹箱了吧？出租车好像，马来西亚人都会很多种语言，天生的。但是华人很多哈。啊，对。不过他们这样的话，马来西亚。
美女。他们会讲粤语、客家话、那个闽北话，还有普通话、英文。你们台湾是吧？福建，我们台湾福建，我们也台语，台湾台语哪边去的？都基本上五六种语言。对，幺八。那我很怀疑是会不会搞混？对，你听我们口音的，我们也是2018年最后一次到大陆，因为最近有一个马，到去年才有你们的马来西亚的歌手，街头艺人，在台南，他们很多，他很多位置，我那时候帮他安排。哦。一个小女生，她就自弹自唱，艺名叫月月，还不错。唱的不错了，没听过啊，我都会用他照片还有自弹自唱的，看有没有影片。然后不提那个，我们现在在中国大陆。对对，有提到吗？这建筑还蛮特别的。对啊，在山里面看，住这山里多好，世外桃源。唯一的缺点就是会下雪。嗯，是好山好水好无聊。不会啊，你看那个。那个住在这边哪会无聊，在那边耕田啊。吊脚了吗？什么？那是吗？那是算吊脚？它不算，不算。在重庆那边才算那种。吊脚楼好像是在山上掉下来的那种。它重庆那种，它是地理形式砍在这边没有。这边没有，这边这边在山谷。是说那个凤凰古城那边就是吊脚楼，对，吊脚楼边那个凤凰古城，它的那个古镇也是那种。哇，这边的野溪好清澈。72梯楼就是了，是用吊脚楼做的。它主要是潮湿嘛，潮湿它才会那撑高起来。哎，要不就是地理条件嘛，它没办法。今天来是对的，昨天下雨，说整个都是雾，上来今天万里晴空。开的话，有点浪费。然后我这样等他可能。然后又开的话，你看那个。哎，他那个就是雨浪花伞，哎，雨浪。因为没那个，他是拎着我的，怪不得。他老是跑这个的。山那边才有爬，啊，就是到山那边才在爬。我是到山顶的噻，我看，然后再做那个做那个。不，我们还有爬的哈。不会还爬？是不是不爬？是下。他那个过来个，没那个香。要做那个空地框框的，我觉得是没有修，没有保养。那个最简单的，那是最简易的。哎，上次，当时我们去进去整那个黑人，我觉得哈。进去了好点儿。不是嘞。做还有个最简陋的那个，正常做两个人，只能做两个人，像个小院儿。我们上那个野黑。我们上的那黑人嘛。那不黑人嘛，那个都在山巅尖高头了，那都还有。但是时间短的噻，时间短你找好点。哪颠倒了？我哪晓得，他们快耍不晓得。他说他去了几趟了嘛，他去来几回儿了。他当时只是在那个武陵源和那个深井园耍了。天门山是这两年才搞好的，原来都不行。他主要是那个极限运动。哇，行啊，你还要去武陵源了？不去了，我们今天晚上都到长沙了。你跟我今天晚上的，嗯，这样还可以加吗？嗯。那这样有点累哦。你们坐高铁去吧，不，我们开车。啊，你们开车？我们自驾，那更辛苦了。我们是到福建。福建，我们是从台湾，然后到福州，再来长沙。我们是到福州。
你们是福州？我们去福州。你们要去福州玩？那重庆，我们重庆的。我们是重庆，从张家界，然后到长沙，然后到福建，这样玩。到福建、厦门、福州、厦门。漳州。昨天遇到一个小长沙卖苹果的小哥，他也是说叫我们去四川玩。四川好啊，重庆也好、啊。这边过到重庆就近了，到这边去过去就是潜江了，潜江去五龙。从成都。我们还可能下一次，因为我们就是怕辣，所以我们煮啊。对，那有点恼火。湖南菜也辣呀、啊。辣就是辣，就是辣，我们也是。但是湖南菜它不麻的，我们那边用。对，你们那边就麻的，花椒多，花椒是从头到尾。香啊！你们那里去了？去湿嘛，我们那边湿气很重，都是所以要吃那个发热啊。它是湿的，它因为身体的原因嘛，需要。看你要明天。等下一次就安排了，是你选两年的，对，九寨沟很漂亮，两年王侯，九寨沟还有它的那个稻城亚丁都非常漂亮。稻城亚丁听说要走很远，就跟我们一样，就但是它那边要九月底十月初，它的海拔很高，如果有高原反应会恼火，恼火。黄龙四千多，这样啊，黄龙四千多，我们就选一个而已，像我们来张家界就只有来这里。哦，你们就一个定点把它玩完。对，我们也来四天呢。我们也来四天，可是我们就这样玩。其实对于山来说，我们就是说那种很出名的景点玩，重庆就山很多嘛，所以说我们对这种不是很感兴趣，我们对海很感兴趣。内陆城市嘛，就对海就很喜欢。是。哇哦。是黄龙。没有，我觉得海拔太高了，有点耳鸣了。肯定有点晃，它海拔好高嘛，在山顶上一千多点点。但是你都上上去了。现在三百多，四百多。现在都上上去了。哪里还有果子？那个树上还有果果儿，那是张子松。松树松果儿。贵州嘛多一点，贵州嘛多一点，这是本最 max 了，对不对？靠近吧，我们其实你要往北往西，我那边更难。那边开始爬高了。是我们一月份刚去日本，然后也是坐这个缆车啊，这都是雪，所以我们现在坐这个就比较没什么感觉。我们还好，但是我有点恐高，不是恐高，就是那种了吧。没有玻璃栈道怎么办？怎么有人不走的？还有那个有点，就是那个身体上的。不是，我也感觉我也恐高。我有恐高，可是我就想尝试看看。哎呀，你好勇敢！我有时候觉得很难受。我是爬得很高的哈。这应该快到这边是喀斯特地貌应该是跟俺妈们是一样的。应该快到了。对，精通。这是最长的缆车。是不是两千多公里？应该能的。2800多。我觉得他最厉害是他中间没有转职，不像我们去日本的时候还做两段事。对。这黑什么嘛？我觉得这黑什么？要往下看就好，看上面，看上面不怕，看上面不怕，上面去死吧。看下面有一些野味。我们上次去那个坐，我们台湾有一个猫空缆车，下面是空的，缆车下面是空的，是玻璃的，你就是往下看，很有趣。我记得我们去牧田驿正好坐在那个坐在那个大夫人坐的那座缆车，我爸妈。什么？哇，有个冰的，走吧那边。等一下坐的还有另外一个缆车更恐怖哎，是不是？那没办法，只有镂空的，我到了，有一个悬空的呢。终于卡一点，但是也不看，只有那个是不是天门山？都有，天门洞，天门洞，对，就是这里，那个飞机飞没有转折，这个是转折点哦，这是终点转折点，所以我两个没有。缆车休息一下，是他转另一条线，他到那边去下，应该是。哦，还要坐另外一个地方。还一段。哦，还要走一
转？他转另外一条线，线没那么长。别走。所以小哥也怕。不是，他抖，走都觉得这个抖，小哥多大？你就当作在坐车一样嘛。当作在坐车跑山路嘛。他那个垮一切不爬，他那个慢悠悠的摔很慢。啊，好像在做营销飞。他们哪天就是比鞋和世界上山的了？嗯，应该是我们下去吧。啊，应该是我们下去先。哎呦，两个鞋。哎，他那个可能二十几人的那个，是不是？好像是。他下、那个、下山的是二十几个人。那个缆车看起来蛮大的，应该是大型的，像在日本坐那一种。下山就坐那个？不是啊，应该是吧？不是吧？不是吗？不是也坐这个吧？我不知道，不同线。没有呢，不同呢，走不一样的呢。他那条线应该是 B 线和 C 线还是？不是 A 线它，你有一个好像是全程去全程回的，啊有一个去，然后到山上，然后怎么下来？就是要去那个洞，裂开的那个洞。天不动，那看起来有点像现在偷天的老鼠洞。大老鼠帽子，帽子，蛮怪的哈、哦，它向下又向上。这一段谁唱的？哎这个就有点脚麻了。弹弹上，公路弹，公路弹上公路。哇，这么紧张，主要是，就是他们就是这样坐上来。对。那也是一路吐上来，对，然后这时候会看到很多野生兔子，兔子，这边就是传说中最精华的地方，看一下盘山公路长得什么样子，就是这样弯来弯去。即将抵达了。我的天啊！到了，到了，到了！没有，他还是往上面爬。哎呀！我们等会要走下来这边嘛，对不对？没有，没有吧？有。这个是哪个什么水库？另外一个地方，不是这里。就是后面搭缆车下来嘛。不是啊。这边另外一个缆车站。哦，我们好好的走下来。他走下来，从哪上？我们哪来都是到那边。你们是直接缆车上缆车下的？嗯，对。哦，那你们是纯粹来那个体验缆车的？不是，要走，我们要上去，也要走一些，走那个你们哦，东西线嘛，走一走，然后一直看对方。这个才下来，好高啊！这个下来，哎，真漂亮。你看哇，那远处的很漂亮，你看嘛，是吧？啊，确实好漂亮，好漂亮。那云海出来，嗯，今天云海少，多点很舒服。太多也不好。它是山跟那个。它绕到山上反正。它山是啥形状？跟广西那边那种圆啾啾的差不多哈。那不一样哎。它那边陡峭是吧？是啊，陡峭。它这个只要有太阳光哈，可以照起来都很漂亮，怎么拍都漂亮。拍一张就是那种明信片，就特别漂亮的。哎呦，真的很高哎，很长啊。嗯。咻咻叫。这里面空气比较好。是我们把它打开的，是不是？对。对对。那个用特异功能。特异功能，就人工的特异功能。对啊，加工的。赶快面壁思过。下来呀，对，面壁。面壁思过的时候到了。到了，传说中的缆车终点站。
不是绝命终于会结账，而是缆车终结站。终结站啊，终结站，终结站。好了，准备下车了。快点，别忘了别人的行李啊。西线跟东线，那我们今天打算的要走西线，东线就不过去。我们在这边稍等一下，还有中线。好的，这个影片就是阿周在张家界天门山搭 A 线的缆车的一个情形的全记录，希望你会喜欢。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同时开启小铃铛，那随时可以接收到我最新的影片讯息。我们后会有期。